在此期间，我愿随您的指挥棒行动。能束缚一把剑的，只有持剑者的剑。薇薇安娜德罗斯特将凭她的主语剑为您夺取圣位。触碰琴弦，周围的情感就会流向我，经由我的指尖涌向天空和大地。尽情的感受自我吧。一个并不值得怀念的时代，太过清醒的梦。